众所周知，西南 F4 之打巅峰赛竟然云贵川都上分了，那么重庆也不能再低调了。山东有骚男舞团，重庆有步气舞团，省府一川直接开条。家人家酒家朋友家朋友，家亲家日你家温柔，把我哄到你家去，半夜三更你赶我走。骚又骚不过，打又打不赢的钢棍蟹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哦嗨哟，哦你想玩这么久手机，该休息了哟，再不休息我就要。音乐界有老辈子音乐人才染光华，模糊的镜头外加手里那一碗独特的面条，唱歌时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你说过两年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，年里365个日子不好过。在抽象界，四川有孙小川，重庆有南平鲍勃，一位新时代的抽象人才，重庆自己的抽象教父。众所周知，鲍勃是一个型男，重庆无论再热的天儿，出门我必须穿一双花袜子，穿花袜子必须低拢客气点儿。在整活这方面，精神领袖龙江也是很强的存在。说唱这方面还得看重庆，邓先生的重庆风都话直接让重庆上了大分。他们卖的全部都是好吃的东西，豆腐脑、凉面、锅巴、羊肉、海带、豆皮、菱角、莲藕、卤鸡蛋、卤鸡爪、豌豆汤、冰粉，味道好一来上，味道好一来上嘛。用骑马的说唱再拿出来，又让重庆冲向巅峰。我儿在里头，自己搬到里头，包皮儿的包，是哪个包的包？桃儿在里头啊，是哪个包的里头啊？包皮儿的包，是哪个包的包？最后，这位重庆黑怕王子李耀德更是重量级。要要想过得好，就往重庆跑；要想过得顺，就来重庆混；要想长得帅，就吃重庆菜；要想长得美，就喝重庆水。当我拿出周延的重庆魂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？乱中华，人与血，头发越短越有血，唱地盘，下冒血，再大的长虹都不愿血，重庆城，红颜魂，红都江边多归人。满天星上将麦克阿瑟表示，难怪西南 F4 之打巅峰赛，果然云贵川与每个省实力都很强。那么重庆在接下来的赛季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？大型纪录片《重庆传奇》持续为你播出。